我这边很多矿物，现在做什么比较好？我发现我回去拿个东西 不要，你回去就回不来了，啊快啦！啊，好，你要拿不什要么回去，啦？我要去拿那个比较高级的合成台啦。停哎，车。对呢，我也有可以做呢。可要铁砖不是吗？对啊，铁砖了。要砖对呢，要铁啊，砖了。我已经做完啦，所以看，我想说先拿过来啊。好啊，那我好，先回家。做那个。啊，白痴哦，你在天哪！做模板，做模板。就是这样。好，我在 TV 了。不是嗨，有矿工啊，是刚刚繁星他们要来啊，在地洞里在面他们搞，会迷路啊。看不懂，不知道你做什么。你要做什么？好，把他先这做出打铁看，模子的稿子。是做搞黑曜什石稿对不对？你要做稿子吗？你不做锤子吗？是锤子哦，啊，那我，啊，这个还可以用。那个对就哦，留着啊，等之后下，还等有下，什么等下，破等下，解等的？下，你不要冲动哦。我没冲动，我没冲动，好吧。锤子是哪个？长方形的。好。假如是模具的话，是第三排第一个。哦。然后他要，我看得到画面嘞。可以这一，啊。现在看画面嘛，这一个，然后这个两个，然后跟这个一个。火力发电、地热发电、抽等水下，等下，机。等下，等下。啊。你再放三张上来。我玩丁好，克主要就是先把这一个，工具做出来而已。这一个，剑刃手，这一个，大板，大板是啊，什我么？直接做，我直接做，我直接做知道啊，我看你做好了，还是不会放箱子里哦。会不会呀、啊？不会，大板通常就是做比较高级的物品才需要啊。大斧头啊，大锤子啊，那种。那所以我现在先拿石头的先锤子，做一个石头的，对，然然后后再放去上熔去。成板。对对对。双离矿，凝固，好了。好了，换位置。身上好然吗？后现在可以做黑曜石的。啊，来吧，来吧。理由，这好像八个吗？八个，什锤么东西八子的个？头是八个啊，八他要块。八个锭。好，那但是如果是模具的话，都是消耗两个锭的量。可是它是材用料块啊？它是块，因为黑什曜么石它块？是一块一块的。块，哦，黑曜石应该就算一块就是一颗吧。哦，好。应该是这样吧，因为它又没有变成顶的，好了，可以拿了。然后这模板也就收起来。对你没有呀，做另一个箱子吗？那个箱子，有另一个是那个放这种金属模板的。好像没有有1000多颗哎。有些电力可以做，NEK。需要啊。箱子模板、空白模板，然后左右木棒，下面一个木板，怎样？部件箱啦，它叫部件箱。还有材料什么？再讲一次。等一下。第二个放空白模具，中间放箱子，第二个空白左模右具两边木棒，要箱子。我看那个。左右两边木棒。然后下面一个木材，来。有吗？部件箱，有诶，然后放哪里？你可以就跟它接着。哦，卡哦，那就可以放回去。哦，哎，不同东西吗？安安，不同东西吗？搞什么错东西呀？啦，我是不是搞错了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部件箱不是可以哦，放那个部吗？件是放材料啦。
好啦，好啦，我搞错了。不过你没有，还是做吧。那这个你要放哪？模具要放。嗯，你搞错呢？搞错了？你是不是搞错什么了？不，嗯，然后大阪要两个 BJN。虽然是玩工业了，不过先把 Tinker 工具先弄出来，再玩工业。大阪什么意思？大阪怎么弄？就跟我知道啊，一样啊，用石头要干嘛？是什么要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它的功用是干嘛？它，你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个，你点，然后有个第二排第四个，有个大锤子，它叫两个大板。哦哎，啊，我刚刚是直接把材料跟你讲而已。啊，这个是要用什么材料？石头？一样石头啊，然后熔成模板、模具啦，模板啊，模板好了，然后再用黄金做的模板，模板之后再灌黑曜石进去。还是黑曜石哦？你要用其他的也可以啊，用铁的这也可以，可以混搭。这样再灌。哎，要金还是要石？这个先用金。好。啊，还在洗手。我还在洗手。我也是洗手。好了。然后你用铁还是用黑曜石？黑曜石还够吗？顶多我再去捞一下。那就黑曜石啊。嗯，对啊，这个就很细啊，所以我要吸收的很好才能拍教学影片啊，不然，嗯，然后我说啊，就这样子啊，这样就好啦，不会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嗯，要怎么让它流出来啊？什么会流出来？你要做导管，那个排浇筑口嘛，我浇筑口我做啦、啊，那你有放那个吗？桌子下面排一口吗？我放的是那个做砖。嗯，那九个，所以你要九个啦。嗯，那是要点哪里？点那个浇筑口吗？点口，点那个口啊，浇筑口、啊。那你下面是放你的？你下面是放你的炉那个吗？可以用你的盆子模板，没关系啦，用石头也没差。才应该是这样子，好吧，第二层弄好、啊。你们的意思是这个、哦？难怪说一次性。啊，要买两层的出来，好好，那直接 Q 掉也可以啊。原来如此，可以拿出来了。大板，大板没有，还有一个，还要做一个，还要做一个。你把大板拿出来了。对，大板。那我去挖铁。大板，板子的板。你可以拿去烧吗？大板烧。不要烧啦！只要手把别用黑曜石就好，那就会爆地。我知道啊，手把用木头就好。哎，我的甘蔗好了。不要让怪物跳进熔炉，跳变血。会啊，会啊。应该是还好啦。所以手把用木头的、哦，木头的耐久是乘零点乘一啊。黑曜石是多少啊？我要查、欸。它是持久哎、欸，黑曜石太持久了吧？哦，很持久哦。真的？为什么这么持久？哦，在我身上了。安德，然后你做一把锤子、啊。好，这个找不到安德。一二三四。所以手柄用什么好？你看，你就要用木头的，还是、哦、还是在等聊天室的大神们？大神们，大神们，大神。有人说也可以用纸做，纸是加那个不是吗？啊，不要手啊！木头把手在一次改版后都会自动修复，难怪我的斧头有一修。对啊，自动修理哦。生态是坚韧手柄吗？我没做错吧？这大的，大的坚韧的，不是一般的，是坚韧的。好，坚韧的哦。
小羊毅力器磁力箱攻杀。你有接案子哈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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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出来了吗？啊，我刚跳进去，我这哦，你可以去挖矿看看。哎，有哎，自己踩到了也不行啊，不行啊。啊，说里面有液体的状态下，你不能去踩。哇，我刚刚下去前面我还记血，中一个做大板就可以了。他记流血了，从下面流血了。哈，什么？随便你。对，33。哦，哎，是不是就这个水晶？赛特斯水晶哦，对啊，赛特斯矿物有分两，赛特斯水晶有分两种，一种是有充能，一种没充能哦。哦，建议是你有幸运搞之后再去挖它。繁星，我要偷你的浆。浆什么浆？你去哪？岩浆。浆。就黑曜，你应该知道在哪吧？你为什么打烊？你为什么打烊？你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是最底的地方吗？走到底左转。为什么打烊？哦，好痛，好痛。走到底左转。对不起。有，我开始觉得听歌好玩了，不然我觉得好，我有什么好介绍的？听歌，你现在只是讲工具的部分，之后还有装备，你要装备，对啊，嗯，交给我了。那血可以干嘛？这个血可以跟铁合变成铸铁，就是他们一直教凡星做的，对，刚教我的，刚教你的，哦。要不要来教你？那，血要多少才可以跟钢跟天铁融啊？钢呢？要不要跟铁跟铁融？钢。2:1吧，我记得血二铁一。啊！谁打我？谁打我？不要打我！好，这么甜啊！我看这什么？我在看东西，我在看东西。我黑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没有做的牌。怎么你黑了？你黑了？是流毒啊！铸铁，看一下。是哎，电铁啊！踩到我，太远了吧你？在回血啦！我在看东西啦，你不要太过分哦，我要打死你！过来！我有金了哦，然后过来，干什么？我们已经可以歪挖，没有在，我要擦亮一点啊！哦，好。看一下，哦，模具桌有了，这个，哇哦，感谢意义，你要睡了，晚安，我等一下再上线解每日，晚安，哎、欸，你做了吗？这是最烂的锤子，不是，我说你还没去做吗？铁不够，还没啊，就是。刚刚是黑钥匙不够啊！啊，对啊，现在在烧了吗？还是你去弄了？没有，我正要上去而已。哦，又是你 ，You good CD 哦！啊，这样就可以两边都有了。其实大锤伤害蛮高的嘛。算了，岩浆算了。其实我不知道怎么上去了。哎呦喂，这里，对对对，右转。安德啊，没看到安德啊。这样子可以、哦、啊，对称的，对称的，对称的，站站站站。他们还在想办法对称呢、啊。对，嘿嘿。看，怎么了？不稳定的红石矿，这是要堵掉是不是？它是流体哦。不稳定的红石矿，对吧、啊？它是流体。有只好红红的。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用途啦、这个先做这个，然后史莱姆耐久100，我知道啊，可是上不去啊。重点是我们要能飞的时候啊，要能飞啊，我们还在70代，人家还不会走，你就想要人家飞啊？哦，用弹簧太快了，想飞啊！哎呀！哎、欸，小柯进来了，什么时候？很早进来就在啊。他从一开始我们还进来，他就已经在那边了、啊。对啊。JYDN， 感谢超级留言。
感谢超级留言。叉叉。超级留言。知道找藤蔓呐、啊。小叉叉。这个藤蔓，然后做那个。要做这个的话是要一二三啊。